王屋山附近的村民几乎家家都会制作土馍，山区人民以食用土馍来补充有益元素，醒脾健胃，在很多人的记忆里，这是一种家的味道。作为土炒馍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樊双奇已经炒制了30多年的土馍。那樊叔，这个土怎么处理呀？那都需要把这个土放到放这里头是吗？哦，对，放到这个石臼里头。对，石臼里面这么大一块石臼，然后倒，对吧？来，好，这不跟捣蒜一样吗？对对对，把它捣碎是吧？对。哦，好，先捣碎。嗯。哎，哎呦，这个捣蒜不一样吧？那不一样。对。哎呦，太重了，这个石臼的这个杵啊，就闭着嘴，瞪着眼。闭着嘴，瞪着眼。对对，你别这不是那你吃不上气啊。樊叔说，这个捣到什么地步可以啊？捣碎就行吗？对，还是捣碎都行。啊，然后下一步是什么？下一步就在那个箩里边吧，箩一下。怎么箩呀？正常箩就这样箩吗？那看那灰的。哎呦呵，灰的，对。全都飞起来了，这土。那在下面不是有箩床吗？这叫箩床。箩床哦，你看这是一个，我还没发现这里头有一个架子，然后这样箩吗？哦。哎呦呵，对，刺啦刺啦的。哎呀，在做这个流程的时候不能呼吸，一呼吸满嘴满鼻子全是土了。嗯，你看过完筛之后，里边就都是这种小土块，刚才没捣碎的这种是吧？哇，给大家看看，哟，这个箩完的这个土摸上去好丝滑呀，就像吃到嘴里的巧克力一样。哦，你看。这筛的细如面粉的土到底是如何制作成土馍的呢？樊叔不慌不忙，而是和起了面。够吗？这些够了，够了，差不多了哈。我看您准备的还有料，这是黑芝麻，小茴香，盐，然后这个是五香粉，是五香粉，五香粉，这都是加到面里的调料是吧？现在加调料，在面团中加入盐、五香粉、芝麻和适量小茴香提味儿。这时樊叔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小面团。这个是什么呀？你闻闻，这面团的味道有点酸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在当地，在河南地区就叫扎头。老面，当地人也叫扎头、面影子，它是发面蒸馒头时特地留下来的一小团面，由于里面含大量酵母菌，人们在发面的时候当作菌种来用。樊叔说，用老面型发的面团要比发酵粉醇香很多。接下来我们费力筛好的土粉终于派上了用场。炒土你听过没有？我们要先加油吗？不加油，加油它会把土粘到那锅上。就干炒是吧？对，干炒，就干炒土。干炒，来，我放下土，用铲子铲进去，将土粉倒入锅中，不停地翻炒，在高温作用下，锅中的土粉开始不断地冒着气泡。樊叔说，这是因为土粉中含有水分，在高温作用下，水分会完全蒸发出来，因而会产生沸腾的现象。现在开始有点冒泡了。就咕嘟咕嘟的，就跟那个水冒泡一模一样的是吧？对，继续炒吗？得炒到继续炒，炒到它不冒泡的。大概多长时间？一般情况下火大的话，炒个10分8分钟都可以。看火，但是不一样的就是，其实现在开始有点感觉好像又不开了似的。就是完全烤干了，是吧？现在的对，没水分了啊。这个土呢，温度也上到200多度了。将形发好的面团切成拇指大小的条状，就可以下锅炒制了。现在可以下锅了吗？这个温度可以了。那我往里倒了啊，慢慢倒，您搅着。为什么这个面团下进去就像这个蹦豆子一样，激起了一片浪花，一片土花？你看，樊叔熟练地翻动着铁铲，
锅中的面团在铁铲的翻动下均匀地裹上了土粉，因为水分的缘故，锅内再次沸腾起来。等到面团的表面变硬，呈现出金黄色，土馍才算炒制完成。它有的是爆开了，怎么回事？温度太高了是吧？温度太高了，现在一个个的面团就膨胀开了，膨胀浮上来了、嗯、土就有点像水，然后下饺子熟了它就浮上来了。判断它生还是熟的标准是什么？什么时候可以熟了，可以出锅了？我感受一下里边的感觉，都听着哗啦哗啦响。对，而且现在嚼起来很轻松，就这个面团儿就有点像是塑料泡沫，特别的轻。现在它那个外围都已经干了，外壳都干了。干了啊，对，可以吃吗？直接？嗯，你们尝一尝，你看味道怎么样？茴香味，好香啊！对，面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。然后外边那个土啊，其实有一点沙沙的感觉，但是你没有说觉得像硌到牙了，完全没有。今天啊，我真是吃到土了，味道不错哦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土馍颜色似土，呈微黄色，吃起来酥香味浓，越嚼越香，有着一股独特的香味儿。辛苦了一整天，我跟樊叔的成果，你看。终于到了检验它的时候了，我们来到了附近的老街，希望把这些土馍给这里的游客们尝一尝，问问他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，看看他们喜不喜欢我们的手艺。走走。你好，来这儿游玩的是吗？旅游的啊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猜一猜。这不知道啊。拍摄了是吧？对对对，我们在拍一个节目。这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的。这什么味道？这是土疙瘩。这是不是土疙瘩？好吃吗？这叫土馍，外边挺焦的，对，跟我们家里边吃那个馒头差不多。能在这一块吗？好啊，挺好吃的。您抓一小把来，欢迎您来到这里。有茴香的味道，挺好吃的。其貌不扬的土馍凭借独特的口感征服了在场的游客，食客的赞美是对樊叔这几十年来坚守传统技艺的最好褒奖。